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7月5号，旧历的5月18，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中华警方侦破一件大麻毒品案，这个集团伫咧徛家种大麻，嫌犯嘛按这个走私经济种植加工制度，一直到贩售一手包。合肥警分局惊青少年伫咧暑假期间去不良的场所无驾照开车，或者是接触甲暴力的情形，特别针往辖区内电子游戏场顶五路的场所，临检来宣导。2023王景熙会在7月15号、16号两场登场，活动除了有海洋音乐会烟火秀，也个无人机的综合展演，邀请乡亲做回来认捌着王景。好，来乡亲的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中华警方侦办网络走私大麻经济案，中央集团的主嫌甲成员的徛家超，除了发现着枪支，也阁发现集团的成员家己种大麻提炼了后，做成饼干、巧克力、大麻酒来贩卖。大麻的事业哦，讲按这个运送、生产、销售一手包，得底也是赚个888，不过也是7000台币被警方抓起来。本身是无事搞定的连锁主嫌，面对警方的逮捕，一开始阁想要反抗。小心，压下去！我跟你走了啦。靠后面，先给他靠前。警方最后将这种嫌犯逮捕，嘛在伊住的所在查到16丛大麻、大麻经济、大麻花、甲经过提炼加工过毒品，另外一个搜出土制霰弹枪、甲枪支等相关的证物。将制造成的这个大麻叶花以及加入萃取衍生物的制成的大麻食品，来贩售给他周边的有吸食大麻的朋友圈。那另外是不是有贩卖到其他的处所？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向下溯源刨根追查。彰化县警察局表示，李姓主嫌从事无所教练、无证科，除了栽种大麻，也阁制作衍生性商品。警方将这个堆渣流向防止脱线，因为嫌犯也阁会晓制作手枪。警方怀疑伊有军工的背景，将进一步堆渣。多张新闻，中山彰化彩虹报道。好，过来来看到学生囡仔开始咧跳热咯。河北警分局为着保障着青少年的安全，实施青春专案。分局长廖志明就特别带队前往学区内面的电子游戏场顶五路的场所，以临检加手提标语等方式，向业者加青少年进行宣导。迎迎暑假来到，河北警分局执行青春专案，由分局长廖志明率队。前往学区内电子游戏场等所在，以临检加手提标语等方式，向业者加少年宣导，保护青少年远离犯罪危害。那警方特别针对这一个暑期啊，执行这个青春专案，那是为了避免青少年在这段期间流连到不当的场所，那也是为了保护我们青少年。在这段期间避免受骗受害，所以在这边特别呼吁我们青少年朋友以及各位放暑假的这一个学生这段期间请特别注意到如果有参加活动或者是要应征打工特别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以免受骗受害。2012年暑期青春专案以六大主轴，防止低消接触新型毒品，加沿海，加少年辅导委员会
行政辅导先行制度，控制帮派组织吸收少年设立校园暴力，控制少年沦为诈欺集团成员或者是担任车手，控制李小书面影像相关犯罪甲被害，强化少年网络安全观念甲个人隐私安全保护，少年深夜阁留伫营业场所甲其他偏差行为实施多元宣导。警方也加强查缉各项的刑事案件，若是青少年保护，让学生和家长更加安心。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继续来看，顶家古厝是鹿港真珍贵的历史建筑，嘛是彰化县的关键古迹。日前，顶家古厝的壁道顶面，真侪所在是出现着大大细细壁损，意思是厝边施工造成的影响。文化局经过通报了后，马上请来第三方的鉴定人员来鉴定，以及结构的安全评估。过后再去哦，文化局就来邀请着相关单位前往顶家古厝说明鉴。鉴定的结果，甲进行着责任的归属。老古厝保留店面后壁拢拆掉，要来顶起。想袂到隔壁厝边，也就是鹿港顶家古厝，得咧受害。壁面疑似出现十二条壁损，我关员施佩瑜看甲真心酸。因为我当初服务处，我的爸爸服务处就在里面。那爸爸对古迹其实是非常爱护，我在里面是不准装冷气的。我爸爸连装冷气去装钉这个墙壁他都舍不得，所以我们当时在这边是吹电风扇而已哦。对啊，然后就是看到这样子，哎，好不容易在这边维护了十多年来指定限定古迹，到现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那因为这样子的小疏忽去造成钉家的伤害是蛮令人舍不得的。那在这边当初也是海堤咖啡，那海堤咖啡也在那边进驻了十二年之久，其实大家对这边都有一份情感，对啊，所以看到丁家长就觉得，哎、欸，就唔甘啊，无咱家己的时段哦去受伤啊呢。那所以我也希望文化局可以正视这个问题，那不只是在丁家这个案子，在往后我们鹿港地区只要是有文化价值、我们有历史意义的古厝，都要尽全力去保护，也要告诉相关的人等，这个是有刑责。的问题，不要冒冒失失的去处理，哎，你所买到的老屋这样。彰化县文化局接到通报了后，也来邀请台中市结构工程技术工会进行磷酸鉴定加结构安全评估。主要的损坏的一个地方哦，大概就是一些裂缝，一些墙面的一个裂缝。那我们有做一些实验去佐证说这个因果关系哦，确认是这个当时在拆除的过程造成隔壁的损伤。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用简报说明。在咧经过评估鉴定了后，又来邀集文化局、顶甲古厝、甲隔壁136号所有权人等相关单位进行协调修缮，甲责任厘清。古宅哈、哦，跟那个林房拆除哈、哦，造成我们地下古宅那个跟那个林房侧的墙壁的裂缝，的损伤哈。那前面之前已经请那个结构技师工会来做鉴定，好、哦，那我们今天技师工会已经在六月底提出他的成果报告，那我们今天七月初马上哈、哦，就赶快来针对这个成果报告来跟地方来做一个说明哈、哦，那重点就是要解决这个裂缝跟结构安全的问题哈、哦，那我们希望今天鉴定的结果哈、哦，那充分说明让。那个古宅跟林房的地主都能够充分了解跟接受哈，那这样的一个专业鉴定，那后续朝向后续修复跟责任厘清跟损害赔偿，跟依照文字法相关法令的规定来做适当的处理。顶家古厝是鹿港珍贵的历史建筑，也是彰化县的关键古迹。关员施佩瑜爸爸马爸伫遮设立服务处，看到顶家古厝出现损害，互伊真唔甘。除了后续的维修，施佩瑜也希望文化局要注意到这个状况，避免其他历史建筑因为同款的代志出现损害。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目睭无看到过当主咖啡，而且个四界摆摊服务人客哦。讲过过后，来实在这位是将咖啡师黄佑成。彰化狗狗喝康宝，你知？
现金奖一把抓，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彰化消费累计满200发票或收据登录活动网站，就获得一个抽奖序号，特定店家消费还可以再拿一个抽奖序号。彰化 Go Go， 100万元现金得主就是你。投资诈骗案呢，常常会以虚拟通货啊、外汇期货或者博弈游戏的名目，搭配养套杀三个流程呢，逐步的引人上钩。养指的是培养、肥养哦，吸引受害者加 LINE 或是提供诈骗网址啊，或是 APP 的连接。套就是设下圈套，例如要求你先用1000元小额式投资，接着再诱使人丢更多的钱投资。但最后，当你想要领回获利的时候呢，歹徒会用各种方式推脱、哦、坑杀受害者。而投资之前呢，多多查证、冷静研究背后的这个运作模式，才是安全致富的不二法门。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5月19。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东南方，何时是早起的9点到11点。另外，有啥物代志需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今年一度的王京喜会节7月15日、16日两天哦，讲要来闹热举行。即届过来结合着乐活轻旅行，有一天、两天、三天一位行程。伫个暗时，也阁有即个海洋音乐会烟火秀、无人机的综合展演，要让乡亲透过活动，领悟着王京丰富的自然生态、宗教加渔村之美。王京戏花节顶台的少年歌手带来好听的歌曲，替今年的王京戏花节暖心。每年的王京戏花节，除了精彩海洋音乐会以外，美丽烟火也是活动的重点。今年除了烟火以外，还加入了无人机的表演。我们一会负责烟火秀的部分，然后今年烟火秀又有另外的亮点，什么亮点？你知道吗？现在吼，咱讲实的科技化无人机的表演，因为要配合建县300周年，所以讲以咱的这个王宫渔港那边是不是我们的无人机的管制区？刚好可以在那边来做无人机的表演。馆长王贵敏也讲，今年戏花节结合了外勤旅行，有一天、两天、三天的旅游行程，也有千人写信跟命名比赛。伫个王宫的戏港，也为大家打造一个长达30米的气垫游戏生水设施，叫做清凉城堡，让大朋友、小朋友都算个笑嗨嗨。这个王宫渔火节，我们这一次呢，为大家推出了一个乐活轻旅行。过去跟他一天安排，现在有两天、有三天的这个旅游，那把附近的景点也跟大家都一并的做一下整合，让你能够好好的来体会我们芳苑地区，体会我们沿海地区它的好、它的美。那我们呢也举办了1000人的一个这个写生跟摄影比赛，那就是让大家啊在游玩的过程中，你可以变成网美，你可以透过你的画笔，你可以透过你的相机，把我们的美哈，那一起呢啊这个呈现出来。主办单位强调，王京戏花节活动期间，馆府提供免费的交通车服务，相关的资讯会当进入活动的网站查询。大张新闻，丁向雄广彩虹报道。接下来看台中爱之光工业协会为着目睭看袂到的朋友开办着视障加币的培训班，虽然过程是进行课，不过这个黄佑成也是来考到国际手枪加币师的证照。平常时除了在园区的加币厅枪加币以外，假日也会参与着市集的排单和爱饮加币的乡亲来交流分享。七日活动现场，空气当中拢是一尊一尊的咖啡拍。今我一看，这搭盲测咖啡主人黄佑成，等内无闲为咱客服务。那我现在冲的这一个，那它这个紫藤花是来自伊索比亚的，
本身伊索比亚的豆子就是花香果香，就会比较浓郁一点。按千豆的重量磨豆到泡咖啡的阶段，完全都是靠伊家己独立完成。伊是四种咖啡师黄又成，虽然目睭看袂到，所坚定追求梦想的勇气跟行动力。在一开始学咖啡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视障者蛮依赖视觉的，所以有些同学就会很好奇的问老师说：“哎，老师，如果我豆子不小心重量超过了，可不可以用手把它拿起来？”老师听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很可爱，试着追求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刚好我们台中有一个协会，就是我目前工作的地方，他们有在招咖啡师的培养班。那一班是视障者来，就是主要教的对象是视障者，然后也就是想说，自己可以来试试看学这个咖啡的部分，所以才慢慢去知道说，咖啡也有很多层次，然后我们可以透过咖啡带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黄又成在台中爱基工公益协会辅导之下，成功考取 IOPCA 国际首创咖啡师证照。即马除了伫园区的咖啡厅服务以外，家己也到台中火车站的小旅市集来摆摊。咖啡学到一个阶段之后，觉得可以尝试来外面服务顾客的时候，也是另一段就是挑战的开始。原本在咖啡厅里面冲咖啡都觉得有工具很方便，但是外出冲咖啡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需要带的东西真的很多，然后这些经验的累积真的很重要。像我们去看一些网站上摊友的分享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很多东西是我们平常冲咖啡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的用品都要准备，像是可能照明灯啊，因为晚上的时候别人要看到我们的摊位，或者是像桌巾啊，平常外就是在室内冲咖啡也是不会准备到的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在冲咖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有一些客人喝到我的咖啡跟我分享他自己的品尝的感受，然后跟他生活故事的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有一种透过咖啡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后让大家变成好朋友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正能量。黄又成辞掉社工工作，开始学习冲泡咖啡的技术，按挑选咖啡豆开始学习，透过科技仪器的辅助，也当独立完成泡咖啡的工作，也算是跳脱舒适空间，独立设置摆摊行列，接近民众，加更卡侪咖啡爱好者来互相交流分享。在中华新闻也风有刷晒彩虹报道。刷到来看到六四环保运动和美清洁队伫咧地坛社区，头一届试办即个二手物啊市集，结合着资源回收的对话活动，乡亲真收听支持哦。讲摕着大杯大杯废电池、玻璃罐啊等回收物，就近来换即个洗衫粉、洗碗精等民生的用品。为了落实环保工作，何必清洁队来个地潭社区试办头一场的二手物市集，结合资源回收对话活动，受到地方广大回响，真侪乡亲找着废电池、玻璃罐啊等回收物要来换物件。干嘛玻璃？嘿，拢玻璃。啊，作家讲唔对。无看什么作家？会来配合咱工作。第一次的来试办咱这个玻璃瓶吼，啊，搁咱的。干电池废手机吼，啊，搁咱的农药罐来会回收，吼，啊，因为这迄落农药罐啊，吼，啊，咱对咱的土质，啊，搁咱的资源的污染非常的大，吼，啊，咱公所，吼，咱和平镇公所非常的重视，吼，啊，搁咱的废电池吼，对着咱水污染真严重，吼，啊，咱公所非常的重视，所以这边今年来试办着这种的资源回收吼，啊，希望啊，借着即届啊，咱迄个公所来办即个活动吼，互咱的迄个里面，互咱的生活环境搁较美好，搁较清洁。环保署跟环保局的规划，我们把二手物市集，好，还有我们的那个资源回收兑换活动做一个合并的动作。那跟鼓励我们的证明，我们是先这一次是先采用试办点的地方，在我们和美镇地坛里举办这一个活动。
那我们是希望说多多鼓励我们的镇民，多提供他平常家里好、如果有不小心囤积的回收物，拿来提供做兑换的活动。那也希望说把这些收集过来队员辛辛苦苦整理的这些二手物，可以做一个重新的整理，然后做一个好、做一个让这些垃圾变成黄金的这个活动。除了资源回收工作以外，前个队人员也伫现场选择，全部袂当伫外口乌白放晒放尿，搁预防天狗的定工作，强化在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也透过二手市集，按循环使用开始延长物品的使用期，全民做伙来落实响应绿色生活运动。台中华新闻叶芳有何必彩虹报道。今日的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麦社金色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今日的艺术是沙布，汤块名水兔兔，头细细，巴肚大大，以属动物的肺，也是植物的汁为主。会传染疾病，咱来看例句：家己的家己好，别人的生杀无。过来是俗语，食饱盈盈掠杀母小家，盈盈是真盈无代志做的意思。杀母就是烫拖，掠杀母小家是咧，比如讲做真无聊的代志，用来形容一个人规工硬生生无代志通做，专做一寡。有的无的，有空无损的代志。罗岗展览会开设后方流动画课程，让学员按创作流动画作品当中，领悟到色彩，感受艺术带来心灵疗愈。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台播大中华新闻继续带乡亲来去看这个国宝级的制笔老师陈景聪，共用传统手工的方式来制作毛笔。这次哦，伊受到文化局的邀请，来到中华艺术馆展出伊的毛笔创作加收藏品。另外，乡亲阁有机会会当亲身动手来做一个毛笔。咱中华县写书法的风气真旺，写书法需要一支好的毛笔，其实台湾做毛笔的功夫世界有名，只是这项传统工艺却渐渐失传，对制作毛笔的老师傅来讲是真感慨。因为咱台湾的技术较厉害啦吼，会讲一个人会当生产一支毛笔，拢唔免借别人个啦，对头到尾拢一个人个生产，这就是咱台湾的技术的可贵啦。吼，啊，上解困难的是毛的调配。毛的调配，你讲伊咱的毛有足侪嘛，有一二十种的毛，动物毛无同款，伊的性能无同，所以硬毛、软毛、吼、中性的、硬性啊，夹做伙，迄个组合，你要安那去解包做一支笔起来，要符合这写字的人的需要，难度是伫迄个所在啦。吼、就是讲伊在拍展迄个过程。陈景聪老师讲，即个来中华电胆有完整的毛笔制作流程，毛真侪以毛笔延伸出来文创商品，希望借此推广书法以及手工制笔的技艺。啊，除了这个传统的技术以外咧，啊，佮做了一挂这个啊文创的商品啦，吼，啊，因为我是用较活泼的这个产品吼、来呈现给大家知影。我做的物件，尤其佮是佮咱的戏剧有关系。吼、哦，咱定讲同道一命，吼、哦，我认为同道一命，甲这个这件诶开心农场、自耕农哦，这两件非常
非常大型的物件吼，哎，像大家多多指教。为了要让更多人熟悉手工制笔的过程，这届展览文化局安排了传统毛笔制作体验课程，七月八号、九号以及七月十五号、十六号连续两个礼拜，假日早起到下晡，总共八场次。大庄新闻，听上中华彩虹报道。鹿港展览会为着要让家政班的学员接触到多元艺术媒材加创作的形式，是来开设着欧风流动画课程，让学员哦按创作的流动画作品当中，淋巴着涉水，嘛感受着艺术带来的心灵疗愈。流动画让家政班学员发挥无限的想象力，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我们生活美学的提升，然后我们今天要做制作的是流动画，然后在制作流动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让这些妈妈们呢能够让他们制作美美的一些家庭可以日常生活的一些壁画啦，或是在他们家里的居家可以做一些就是美学的一个提升，还有生活的一个布置品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农艺学的课程，让大家能够容易的进入绿色疗愈的一个场域，然后也可以利用我们农会的一些课程的资源，让他们的志工有一些增能的一个展现。为了让农会家政班的妈妈在平常的时阵，会当增加一点啊兴趣，放松身心灵，鹿港展览会特别开始后是流动画课程，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妈妈学习，体验这个独特的艺术创作。家政班的学员哦，来上这个农艺学的一个课程哦。透过这个课程的一个内容哦，可以让哦这些班员哦都能够学习到哦，透过植物一些环保一些议题的概念哦，来融入到生活里面哦，让我们哦在日常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利用哦，甚至调节心情，我们的心灵哦，让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放松哦，而且也可以透过一些环保，也是配合现在政府在推的 ESG 的一个观念哦，也永续经营哦，一个永续的概念哦。来做议题来环保啊，这次我们也今天哈是做这个流动化的一个课程哦，当然也是透过一个艺术的融合，让生活能够多彩多姿哦。那也再次的很高兴哦，能够让我们王老师哦来教导我们这些班员哦，来学习这个农艺学的课程。流动画创作完全无需要相关的绘图经验，也当轻松来 DIY 完成，带来满满的成就感。台中华新闻林桂英、刘刚彩虹报道。先来关心空气状况，环境风常吹西南风，新店苗栗以南位置的迎风面的所在，酷暑条件较好，但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哦，讲是一个良好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的方面哦，拜四各地头拢是好天晴云的天气，日时高温来到33度至35度，透早到早起哦，中南部地区会来落雨，过到了后伫咧山区买来落这个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
开播大宽频 ，MOBI 月月发，月月可折月租费，每月只要649元起，全家上网不 lag， 最多给你三台 Mesh WiFi 六，让你 WiFi 满屋。快播0809006899，开播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